2019年8月20日，广州恒大今年引进的第一位新外援，获官方宣布，朴智珠成为广州恒大今年引进的第一位新外援。布朗宁加盟广州恒大，布朗宁是规划球员。本头条号预测广州恒大今年夺冠。布朗宁、朴智珠加盟广州恒大引发球迷热议，球迷给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官方微博留言：叶温 dream 好失落，没有强力外援前锋亚斯利奥俊队终于更新了，欢迎来到广州。四川熊熊恒大一零后卫战术林小赖，恒大中卫队牧羊真人，我在等帕托九号先改进攻球员够问了。